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泰语专业的田林。我们一起来学习泰语语音第15讲。在本讲中呢，我们将学习低辅音 yo、yo 以及复合元音 ye、ye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低辅音 yo，它的发音要领是。舌前部抬高，与上颚形成阻碍，气流从舌面与上颚之间通过。它的发音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“一”，而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呢，也是完全相同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“幺”的写法：从小圆圈起笔，逆时针画圈，折一下，到底部，横过来，再竖上去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腰的写法。从小圆圈起笔，顺时针画圈，折一下，半圆下来，横过来，竖上去，然后再写下面的一个小的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呢是短音啊的一半。我们看到左边这一部分和我们的高辅音桃是一样的。右边我们加上了一个，尾部的这样的一个竖，然后写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忘记在下方啊，右下方有这样的一个小的部分。好，这两个 yo 呢，我们分别称它们为 yo yak、yo yak 啊，yak 是巨人的意思，而第二个 yo 我们称之为 yo ying。要赢，赢是女性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复合元音的概念。复合元音为单元音复合而成的元音，它们一共有长短音三组，共有六个。我们今天将学习第一组复合元音，一呀，一呀。一呀，一呀。我们看到短音一呀，它的发音是从一向啊滑动，而长音一呀，它的发音是从一向啊滑动。这个发音有点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一呀，啊。但是它的重音是落在一的上面。我们汉语中的拼音，比如说“家”这个词，重音是在啊的上面。而如果说是泰语要发这个音的话，可能会发成“家家”，啊，它的重音是落在一的上面，后面的啊呢，相对来说比较短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组元音的写法，首先，短元音 ia 是由四个部分构成，最左边是长音 a 的符号，辅音的位置在横杠这里，辅音上面写的是长音 i，辅音的右边呢写的则是我们今天刚刚学的，辅音 yo，在最右边再加上一个表示短音的。啊的符号，那么这四个部分共同的组成了短音 ia，而长音 ia 则是去掉了最右边的这个啊的短音符号，剩下三个部分，同样辅音的位置在中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拼读练习。低辅音 yo 加上长音 a，整体拼作呀呀，啊，这个词指的是药品的意思。低辅音 yo 加上长音 a，加上二声声调符号，这种情况下我们读的是三声，这个词读作呀呀，啊，
亚的意思是奶奶的意思。接下来，中辅音 lo 加上长元音 ia，加上三声声调符号，这个词我们读作 lia。lia 的意思呢是矮小的。好，接下来请同学们试着自己拼读一下这三行音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低辅音 yo 加上特殊元音 ao，读作腰；低辅音 yo 加上长音 a，读作鸭。腰压，腰压。低辅音 yo 加上特殊元音 am，yam。低辅音 yo 加上长元音 a，加上二声声调符号，读作 yam-yo，yam-yo。这里我们看到连续的三个 yo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。这个 yo 是作为第一个音节的辅音，辅音为 yo，它的元音呢是 ia，那么说明这个 yo 是作为元音 ia 的一部分出现，前面的部分读作 ia，ia，而后面这个 yo 呢，则是作为第二个音节的辅音出现，yo i 加上二声声调符号读作 e。ye 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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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们同学注意，这种情况下，yo 和 e 和 e 相拼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有一点舌面与上颚之间的摩擦的音啊，以便区分 o 与它们相拼的音好，接下来，ko 啊，ka。ro ia ria ka ria ka ria do a da go ia kia da kia da kia yo a ya so i si for 啊，三声声调符号，fa ya si fa ya si fa yo am yam po u 三声 pu pu to a ta yam pu ta yam pu ta do ai 三声 dai dai 辅音 o 元音 o dai o go 和短元音 ia 相拼 gia 啊 dai o gear, die or gear, die or gear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日常用语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问时间的方法。我们可以问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啊，第一个词 go 一加上二声声调符号，读作 gi gi。g 与 g 是相对的啊，表示同样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蒙蒙蒙啊，它表示的是小时或者时刻啊，或者说点这样的意思。最后 l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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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它表示的是了或者说动作。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意思，所以连起来，gi mong lao，gi mong lao，啊，问的是
几点了。好，本讲的内容就到此结束，再见，萨瓦迪卡。